给你看看我们厂发的月饼，真好吃，是真的好吃，铁管都说棒棒棒。好不好吃不知道，但听声音就知道是真材实料。我觉得我能很快超越马云。你这充钱的速度应该没有他赚钱的速度快。幸好我眼疾手快，不管你怎么画我都能看见他的身影。你还别说，这砸的可准了，都在圈里。我也很好奇，为什么陨石都能精准地落到陨石坑呢？学废了，医院的 WiFi 很好。人生路本来就短，你还教我走捷径。能飞多远取决于你打的够不够狠。游戏要掉下去了，还不赶紧再补两皮带。放松一个，放松放松。他为什么倒了？还不是因为你没放松。这个逃课的方式自己都忍不住笑了。这大爷一脸自信，仿佛牛顿没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。只要胆子大，电车拉半挂。这道门的名字叫做网络，现实中我沉默不语，网络上我重拳出击。这下的都爆装备了，两只拖鞋能放这么齐，我都怀疑你这是合成的。男人至死是少年，多走几回就治好了。这就是所谓的船上撑杆跳远选手。喝酒不能开车，开车不能喝，开车喝不开不喝酒就不能开车。喝了酒就不能开车。喝了酒就不能开车。开车杀个两个。这哥们多多少少也是喝了点的吧。孩子幼儿园的亲子活动再忙都要来参加。听说给我点赞的今年都能脱单哦。